Hello, I'm Shani, 珊妮儿。今天我们要做一道金雀花煎蛋饼。这个金雀花呢，是长在云南海拔大概2000多米的高山上的一种花儿。闻起来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我尝一下啊。好甜啊，特别像小时候吃的那种槐花的味道。鲜甜鲜甜的。这个金雀花每年只有在3月份到6月份这3个月能吃到，是一道非常时令的菜品。我们开始做吧。